分享孕期经验的这个时间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啊，怀孕期间一定要注意什么呢？营养，不但要注意自己的营养，还要注意宝宝的营养。看见我了吧？怀孕已经俩月了。爸，您这是干嘛呢？您怎么还怀上了？这不帮你顺词儿呢吗？你说人小王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咱们干，都上点心。再上心，您也不能怀上啊。要怎么说，好好给弄就行了。哎，哎呀，我先出去买点菜。啊，人小王说待会儿上家来给送定金，这就定下了。对对对，那个晚上留人吃个饭。那必须的。好好谢人家。哎，好。你得练，你那个什么，小王给你买那个防辐射那个衣服呢？哎呀，就在屋里呢，赶紧穿上，好好弄啊！哎，放心。哎呀，那您慢点啊！啊，行行行行，哎呀，慢走啊，爸。哎，还不超市，哎，还不买菜，哼，超市买菜。哎呀，出门工作整半年，今天终于把家不好受。谢谢。这次回来呀，我都没跟我媳妇说。就想给他一惊喜。妹儿，没人。亲爱的粉们，大家好。在家呢，给他个惊喜。亲爱的粉们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我跟大家分享孕期经验的时间了。关于饮食方面呢，一定要特别注意了，不仅要保证自己的健康，同时还要关注宝宝的营养需求。今天是我怀孕第二个月了，千万不能受到惊吓哦。谁的呀？谁呀？老公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刚才吓死我了。嗯，我还吓死宝宝了呢。对呀，吓死宝宝了。哎，老公，我跟你说个喜事儿。这是喜事儿啊？我问问，我出家多少？不是，我出差多长时间了？半年呢？中间回来过没有？没有。谁的？这个呀，黄哥的。哎呀！你要点脸行不行啊你呀、啊、你咋说话呢？我咋说话呢？我出门半年了，你怀孕俩月了。哎呀，哎，老公误会了，这不是人家王哥吗，要拍自媒体广告，我就是帮个忙。再说了，哎呀，我不穿了，我这像怀孕两个月的吗？俩月也不显怀呀。你咋还不信呢？你就编吧，你就你再说我哭了啊。你哭吧，你哭。老公，哎呀，你真哭，你别哭行不行？不是，我都上个头了，你别哭，我信。差不多，真是拍广告啊！谢，讨厌，不怪我，我小心眼儿了，是吧？嗯，那老婆，你要不惩罚我一下吧？怎么惩罚？亲我一口，下，你想下下？哎呀，谁呀？这是开门去？不管，继续。强强哟，王哥来了，这还有人呢，妈呀，吓我一跳，这谁呀？我老公。啊，别客气，坐。啥时候回来的？啊，刚回来，我也吓一跳。不是，你俩这么坐着不太合适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把你忽略了。这么坐离你近。哎呀，你啊，还不死呢？上火，上火和加多宝啊，这玩意儿去火。喝吧，你喝了，你也喝。
情侣杯呀、啊！啊，不是，你别想多了啊！这是那天我买杯子，买一赠一，赠的那个呢，送给婷婷了。送的？你喝吧。你干啥呢？你没吸管啊？没，净事儿。拿着，你喝。我不嫌你脏，我嫌你脏。咋的？什么差事儿呢？杯子，要不你喝这个？我不要。你拿着吧。我不要，给你喝。哎呀，老公，干嘛呢？这是。不好意思啊，王哥，我给你擦擦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。不行不行，我自己擦就行。湿了。擦擦，对，我也给你擦擦。坐，湿透了，还是拖拖吧。啊，对，拖一拖。这玩意拖了呀，往那一晾，它准干。哎也是情侣的呀。你又误会了。是，也是你买的呗？对，买一送一呗。你咋知道呢？哎呀，你们就不能换套词骗我吗？你这个还不信我？不信。你俩这是给啥呢？啊，大兄弟刚回来，就不能聊点开心的事儿吗？嗯，这次回来不得住一宿啊？有啊，王哥聊点开心的。明天早起走呗。这不还是一宿吗？这个王哥你好好说话。我也不会说话，你说那个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啥意思？一宿也不让住了？你这三句话哪句是高兴的事儿啊？不是老公，王哥说话就这样。你闭嘴。怎么地了这是啊？哥呀，啊，给弟弟个痛快吧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婷婷是不是有事了？是。好，敢做敢当，光明磊落，搁敞亮吗？我夸你呢，我今天给你拼了。我这怎么地？这还犯病了？出事了，咱家呀，我也该给你，是不是啊？咱冷静一下，咱家出啥事了？不是叔，那个兄弟，你是不是以为我给你戴绿帽子了？那不是绿帽子呀，啊、那是整个一片呼伦贝尔大草原呐！哎呀，不是咋的，儿子，你说事儿快。他俩那事儿你知道不？啊，我知道，小兰。拍自媒体广告，哎，今天给咱家送定金，这钱嘛，哎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、婷婷只要怀孕就能签合同，当形象代言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抓点紧，爸等着抱孙子呢。这是真事儿啊？不是咋的？你不相信你爹我呀？信，我爹我得信。哎，看你是不信我了。信，那就是不信我呗啊！他不信我，信，你都信都信，赖我了、哎，我小心眼儿的、哎，玩儿别介意 啊，孩子小心眼儿，没事，随我。行了，事儿不都聊开了吗？别走了，菜我都买好了，晚上我做饭，咱爷仨喝点，行不行？叔，我开着车呢，我和加多宝挺好。行，哎，做饭去。
你们先聊着啊。哎，爸，那这菜够吗？不是，要不我再买俩去吧。你客气啥呀？啊，你来就是天双。